这是属于方便面吧？荞麦的方便面，吃不？吃的？我不吃，我改面，我改面吃。走到你们这是家家户户都在捡柴胡。哎，你种了多少的柴胡啊？三亩地呀、啊，呀也够多的。哦，多，人家有七八亩的，有这么多。那是你有人帮你挖吗？你一个人挖？我叫人挖。哦，还要叫人挖？叫人挖了，花了1000。哦。叫一个人，干一天要多少钱？60。哦，得60。没有时间，我光给你帮忙，帮忙，人都不愿意嘛。对对对，肯定的。帮时间太长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人家也不愿意去。对对。现在就是，人家伢叫人，他给伢给人家掏钱最合适。对对对，合情合理。哦，合情合理。对对对，不欠人家的情，不欠人家的哦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人家工资不是高得很吗？人家现在高，咱退休了呀。你是多大年龄嘛？哈哈，我不小啦。我才你们这退休年龄。啊，都在这捡柴胡。哦，你上山来了。哦。下雨了，有山坡吧？我来的时候没下雨。哦。我把车停他家院子了，就开始下雨了。这么多人。拉什么吧？呀，你身体看着好的。啊、哦，看着好，你有多大年龄啊？你娃娃不错，我看不来有70多。哎，你看我有70多。有没有70多？啊，80岁。都80岁了。哎、啊，关键你看那脸上皮肤呀，哎、光的弹性特别好。哎，啊、可年轻啊！哎呀，乐观的就，你看笑的高兴的。哎呀，可乐观了，可好。这都是你们家人吗？是哦。这是我亲戚。那你家离得远吗？我家离得远。五江镇的。啥地方？我到的。六川河的。六川河？川一还是川二？你那的，六川河的。开一条还是我下石段的啥东西？石门嘞？哦，知道的。是不石门？我经常去你们石门。川来的。张家隘。川来。高家湾。哦。高家湾我知道，但是我没去过。高家湾，你住
对，我没进去过，我就是经常从那路过。我能不能在你屋里看一下？我看一下这个窑洞。伞放到这儿。啊，这窑洞里边，这可能是老人住的房子吧？哦，大茶几，嘿，哎呦，这床上的这炕上也是干干净净的啊，整整齐齐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好，干净整齐。你咋回事？你放大个好了，只有这个差。